天跟一些朋友约去吃 currywurst 咖喱香肠，然后后来就忘了看我这咖喱香肠，我发现那个现在一路都在上坡，好累哦。今天蛮热的，大概有27-28度吗？一锅要装6杯水。我的无酒精的小麦啤酒。嗨大家，刚刚实习下班了，现在是4点多，快5点。今天跟一些朋友约去吃 currywurst 咖喱香肠，还有要去小酒馆喝啤酒。那我现在就先去搭公车去老城。再走老桥过去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只是蛮热的。这里有一个人在滑这个赛艇，就是我这学期上的体育课。哇，这个水波光闪闪。他现在应该是要转弯，这个船就是移动方向是背对自己的，然后这个是单人的。我们那天滑的单人就长这样。转过去啦，这个、超容易翻船的，一不小心重心不稳，就是直接整个翻到水里面。越来越多人了，现在观光客比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多超多。哇哇哇，超级多人在这里。前面底就是圣灵教堂，海德堡最有名的饭店吧，好像。这里就是教堂的入口。转角这一间就是今天要来吃的咖喱香肠，对面就是上次的珍珠奶茶店。菜单：咖喱香肠配薯条。今天要来这间喝啤酒。黑啤酒吗？然后就是在白啤啤酒。这是我点的气泡水，然后又上杯。还有这个是四道请有拍的味的吗？啊。准备要去健行了，今天超级晚出门的，因为就原本没有打算要出门，但是因为看到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所以最后想想还是出来走一走好了。我现在刚下公车，要先走路走个大概30分钟到健行的入口处，然后就开始照着我的地图走。现在这旁边就是内卡河嘛，前面那边老桥在那里。其实还没有走到这一区过，然后这边是铁轨，现在有人在河上划船呢。这条路上就是车没有很多，偶尔来一点车。现在走到入口了，这底下是一间餐厅，现在就是在前面的这片山这里绕一圈。右边有人在野餐，还有躺椅，看起来超赞。马上就变好暗了，现在要走这个迷你小路。感觉现在春天夏天之后，所有的树还有这些草啊什么的就变得超茂密，然后路就变得很小条，跟秋天冬天有一点差，实在是有一点密集。出现了第一个指标，
是这条路也是超小的。这么看起来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秋冬天的时候健行，夏天的时候蚊虫实在是有一点多。现在一路都在上坡，好累哦。今天蛮热的，大概有27、28度嘛，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全身都黏黏都是汗了。这里超多大石头的，现在终于看得到天空了，看前面都是树，超级喘。现在在爬这个上坡路，有够累的。走这么久，从前面终于遇到人了。现在走到王座山了，脸应该超级红的，终于可以开下山了。买了一支冰淇淋，香草口味，超级热，然后很渴。今天水没有带很多。现在走这个是之前走过两次的那个天堂之路，等一下要走一小段，然后就绕右边绕一圈回去了。这个路大概就是长这样，就是这样子一路走上去。然后底下这段也是石头一直往下。这里好多这个木头哦，这边也有，后面这里也都是，不知道是要拿来干嘛的。走回来这个餐厅这里的，现在要去搭公车回家。这里居然有牛哎，这边有一只，然后这底下还有一只，太酷了吧！公车站，大概还要再10分钟左右吗？今天来运动，现在这个时段大概3、4点都没有人，只有我的东西。嗨大家，我刚刚运动完了，那我现在准备来煮今天的晚餐。今天打算来做红烧牛肉面，想说很久没吃了，然后刚好有买面。接下来拿到电锅里面蒸，电锅要转6倍。今天要试的是这个在亚超买的花瓣面。
都看不到面，这个晚餐是有点小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星期四，现在是大概5点左右，现在准备要去搭公车。今天跟几个台湾朋友约一起去德式的餐厅吃晚餐，因为今天是一个应该是基督教的一个假日吧，反正今天就是整天放假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一起去吃晚餐，之后应该会再一起去喝个啤酒吧，那就待会见。今天超级热的，现在外面大概有30度，然后你们看一片蓝天，没有半片的云，看气象说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好像会到36度，哎，超夸张的。这个广场就是那时候圣诞市集有溜冰场的地方，可以看城堡。哇，这角度不错，在这附近绕了一圈走回来，这个就是等一下要去的，我不小心就路过了，是这一间。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大圆桌，这间餐厅超级多这种照片，还有鹿角。这里有一个超大幅的海德堡的花，这个是酒单呢。我觉得鲑鱼看起来不错，不过应该会想要吃肉排，我想吃熏鸡翅。今天的菜单，我点的小麦啤酒，是那个 Johannes Bell 哦，我上次喝的那个黑醋栗果汁。你要说吗？就是一个黑醋栗的果汁。黑醋栗是什么？我们的小牛排跟。还有一个大，这个是德国饺子配沙拉吗？像手表的，对，这个马铃薯，看起来不错哎。我一天就看那个的肉排，我有可能会生气。这里是他们的员工墙吗？是这间牛头的餐厅，150年呢。这间厕所悬在楼梯上，老柜子。好像脸看起来好红。现在第二家来继续喝，我点的是这个无酒精的小麦啤酒。他们这边有个吧，不会啊，我本来是没有。这间还蛮大的，我的无酒精的小麦啤酒，超大杯的，500。什么病？这么高级？没有，我要回答，然后我一起来吃。因为他会跟你讲说很难。就是没有酒味，这个才是麦味的东西，我喝还没有酒精，海麦汁吗？就是没有酒的味道，变成有点甜甜的。这酒杯都有这个标线，0.5，超大杯的，这里也有2楼。要不要来点个甜点？不过它只有2种可以选而已，苹果的应该是蛋糕吧，香草口味跟冰淇淋。有人点这个酒是泡在桶子里的，不知道是什么酒。他们这个装啤酒的机器，不过它还是有一点那个动作，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在 V 的，就是感觉。的地下室，这是石头做的。We used to have each other's playlists. No, no. Used to be each other's best friends. Yeah.